用洗面奶洗脸的正确步骤顺序。肌肤的保养最基础的就是清洁，正确的清洁能够帮助我们拥有良好的肤质，正常的呼吸激发肌肤的健康活力。那么正确使用洗面奶也是一种学问，接下来我就针对洗面奶洗脸正确步骤进行讲述。第一，拿出洗面奶，挤出适量的洗面奶，并加水打出丰富的细密的泡沫。第二，将洗面奶打泡，点涂于面部五点。第三，将五点从下往上由内而外打圈。第四，剔去角质后需重点清洁。最后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这整个过程不超过2分钟，清水冲洗干净即可。